来继续来看这个文化部，去年把这个台中火车头周边50公顷，甲划作文资保存区，引发着地方的反弹。因为安尼一来，恐惊这个厝无法度重建改建。啊，经过协调了后，最后确定把这个范围缩减为8公顷，安尼就袂去影响到车头四颗嫩灯的开发了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